对，我还是忍不住我尝一口吧。刘玉涵，来，小佳平常工作辛苦了，最近也没有报撤单，然后他平常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爱好，不喜欢喝酒，也不喜欢抽烟，就喜欢踢个足球，吃个草莓。所以今天你爸爸，今天就满足他的一个愿望，带他去白鹿原上摘草莓。这两天天气都好，门口的公园人都开始露营了。昨天下午人都还好，昨天太阳。还是小曼开车。进入三环。手心都冒汗了。手心冒汗了，很正常。靠最右边，靠最右边。快了。啊。对，就靠这个道儿，走你的，不要乱变道。看他们太快了，我就感觉好像挡他们路了，特别不好意思。只看旁边那个车吗？旁边有一堆车。左右两道都得看，你随时大脑要处理这些数据。前面来不及看，还看后面。然后前面也要随时看他们刹车或者变道，大脑要处理分析这么多车的数据呢，你知道吗？准备上圆了。就白鹿原农业硅谷。这个名字很大气，为什么这个拐弯方向盘呢？小曼这次一次性开到位，直接开到停车场。哎呀，还有，好，停到这儿，人家就往我边儿一靠就行了。我想要用泥。哎呀，车进点泥怕啥呀嘛？快快快，往这儿一砸就行了。两个大人，一个小孩。外头有筐子，直接就进园里面还是？好，筐子。今天整个草莓地，让你吃个够。包下一个草莓园啊！二十号咋找来着？二十号，俺们还挺大，他是二号。哎，今天这个草莓你别尝哦，上面有农药呢，要洗一下才能吃。那你闻到草莓味了没？我看好像没有多少草莓。一股草莓味，你闻到没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这是啥呀？啊，有呢，有呢。不要尝，这有好多好多农药，不要尝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没了，你没了，你。再种点。就是别尝。就是，你出去洗一下。尝一个，尝一个。你要啥你别尝，我们不尝。来，我来打。那个农药会咋办？农药把你爸毒了呀！既然他不听话。牛一涵今天摘草莓还挺开心的，比昨天摘西红柿有意思的。这还有，哎，这个可以。拿手指甲这样子，看我跟你说，掐一下。嗯，这个确实比那个菜市场，那个北城菜市场、农贸市场的那种甜，真的，我刚尝了一个。看，比你大一点。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。这个加，你把它这个熟了没呀？这个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别吃了。快放走。哎，别吃了。再尝一个，尝一个。哎，里面本来就可以吃。小亚摘草莓好有热情呀、啊。嗯。你摘草莓好积极、啊。看这个，这个。我也想摘一下。你摘。你就在你那边看，往底下往侧面一看，你看摘了一个。刘涵摘草莓有意思，还是昨天摘西红柿有意思？两个都有意思。那你昨天哪摘西红柿兴趣不高呢？哎，这还有一个，别大，别红。你稍微捡红的啊、哦。嗯。
小鸭摘草莓可积极了，挺好吃的。这个怎么样？你摘这个能不能挑红的摘？哎，这个可以不？可以可以，再红一点。这个不行。你看你爸摘的，你看小鸭摘的，应该再挑红一些的。我这可以不？可以，你的可以。看这两个，我就喜欢吃这种小的。我就喜欢吃这种小的。你可以尝。捡这种小的吧，我不尝，我先有农药。哎，捡这个小的。算了，我还是忍不住，我尝一口吧。嗯，是不是甜？小的还好吃，甜得很。忍不住，都忍不住了，都不管农药不农药的了。确实甜是吧？比咱平时买的甜。哎，哎这种好，看，这种好，小的。嗯。这看起来不太红，但是特别甜。看，这个是小家摘的，这个是我家。我觉得这种才像草莓。啊，摘这种的。你看，你今天摘这种又小又红的。嗯。摘了好了，你就摘。哎，这个不行，对不对？超红。好了。小的应该是没有成年。摘了两篮子。小的应该是没有成年吧？哦，没有成年。它是69.9，可以三斤。我看他们这个69.9是两大两小斤元，三斤草莓。嗯。这是要再称一下是吧？嗯。好。嗯。再一块儿。再一块儿。又三斤了。3斤左右，啊，4斤，啊，一共摘了4斤，嗯，还挺甜的这，嗯，走，回家，一大筐，现在去，给梦梦下午拿点过去，咱也吃不完。这附近有一家农家乐，刚才上网搜了一下，看着还不错。先去农家乐吃个饭，昨天没有吃成农家乐。农家乐，昨天太困了，就好像是自己的地。哇，盖的这个房子挺漂亮的。啊，坐到院子，这才是正儿八经农家乐，没人打扰。舒服，对不对？在这村民都盖着房，特别美，改造成农家乐。正儿八经现做，因为天令好多都是套餐，都批量生已经生产做好的。你这老板现做，正儿八经现做。哈哈哈。呀，你这儿做饭环境也太好了，全景天窗。啊，过两天这窗户一看，全是樱桃。哦，外面是樱桃树。对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要吃菜了，这儿就可以随便拔蒜苗、生菜。这家盖的小别墅。这房子盖的挺好的，小别墅的样子呀。人家这就是。正儿八经成了生产工具了，生产资料了，能创造利，创造价值，对不对？我家虽然也在白鹿原，但是你盖再好也没人去。这是不是就把门口就把自己的地，然后这样子画起来了？家门口啊。理想的生活，有一个小院，有自己的房子，种点菜。这家这真的地理位置太好，前面。没有任何遮挡，前面就是南边，然后这太阳晒得真舒服。自己还种的菜，养了鸡，这个院子收拾的还可以。
院子收拾的跟公园的感觉差不多，干干净净，挺漂亮的。因为还是现做的，不像那种，前岭那边，对，直接就给你端出来了。对，他那个好像是预制，提前做好了，然后给你热一下，直接端出来。所以你就要去那种人少的地方，其实才正儿八经是农家乐。我听见老板在里面现切现做。你家如果位置这么好，咱就可以在你家经营一个农家院、农家乐。那你光会给人家做油泼面，啥都不会做。慢慢学了嘛。你武力点近不近？我反过一个狗，其实直线距离可能就5公里，离这个点但是要翻个鲸鱼沟，在对面。他这个村是在这景点附近，这附近有个白鹿仓的，还有草莓基地，还有樱桃基地的。一开春采摘的过来多，然后农家乐这还可以。农家小院。看着挺香的。对，小孩爱吃。这个是洋芋粑粑。嗯。这个是凉条野菜。嗯。大家好吃不？嗯，好的。大家老板推荐的这个菜，说好多小孩都喜欢吃。就拿土豆做的，然后裹点面粉炸一下。这是那个椒盐蘑菇，特别香。嗯。小碟子。好。嗯，是好吃。二十八。嗯，果然老板推荐的菜不错，是好多小孩都喜欢吃这个。香的很。好吃不这个？嗯。果然好吃是吧？嗯。因为你点的菜没辣，送一个这个我们自己泡的酱油辣。如果喜欢吃，我给你加啊。好，谢谢。嗯。锅盔。老板推荐说我们要半个锅盔就对了，要不然吃不完。香料的，香的很。腌的辣椒，这不是炒的，这才没了。加一个野菜。嗯。桌子变烫了。来农家乐最喜欢吃的就是辣子加锅盔。桌子变烫了。嗯。太阳没了。嗯，你看你多舒服的。嗯。这个野菜味道挺好，有鸡蛋呢，跟这个小葱一炒，鸡蛋味特别香。还有这个也好吃。土豆粑粑是吧？洋芋粑粑，洋芋粑粑炸的，味道到位。还有这个自己腌的这个辣椒，哎呀，很香。我看网上大众点评上晒的图片，基本上就是鸡蛋、凉拌野菜、辣加锅盔。那你全点到位了。因为他今天还喜欢吃凉拌野菜，这菜好吃不？鸡蛋也好吃。刘玉涵。哎，他也叫，跟你名字一样。刘，人家肯定姓刘，你姓牛。你妈叫你呢。啊，你妈名字一样。你 CPU 烧了是吧？好。这个原上臊子面是勾了粉芡的。哦，好。这个味量还大的哈。嗯。长安原上臊子面。嗯。要一会儿就想饿一碗都吃完。他老板自己家的菜也吃臊子面。啊。那这样一个小院真好，今天玩的真开心，比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好，我觉得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拜拜。